顶级特效游戏长什么样，背景播放的就是。这款游戏叫《地平线五》，目前电脑上画面最好的游戏之一，4K 分辨率锁60帧。一般游戏只有高、中、低三种特效，但是这游戏在高特效上面还有一个超高，在超高上面还有一个极端。我把所有的特效全部拉满，能极端的咱就极端。MSAA 多重采样抗锯齿开到最大 8X， 这项特别吃显卡，画面效果也更好。像什么 DLSS、FSR 之类的节省性能的选项全给它关了。经过这一番设置之后，画面效果真是好，很精美，很细腻，感觉很棒。即便如此，显卡的占用也只有75%左右，说明这款游戏优化很到位。PC 平台的游戏如果都优化成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我见过有一种喜欢玩游戏的人，他用最低特效来玩《怪物猎人世界》，玩了几百个小时，我很羡慕。还有一种人，游戏玩得不好，也很少玩游戏，玩的最多的就是游戏显示选项的设置，还有就是游戏自带的跑分演示。我就是这种人，那么你是哪种人呢？